天这个开多的多单，花了很长时间，最后在这个位置止损。刚才又开了一个多单，空单了，开空单的位置在，开仓点是2241，止损是2456，盈的位置是初步的设立在这个位置，盈亏比有20几。昨天这个单其实当时有种冲动想在这里止盈的，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有几个止盈点在这个地方，应该是在止盈的。当时考虑到盈亏比不太合算就没有弄，但是这盈亏比的话只有一点几，一点几就不怎么合乎这个系统。这东西还是坚持做吧，还是按照一种系统的不停的坚持做。多做的次数多了，再统计一下，看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子，才能知道。反正现在主要是仓位也不大，先慢慢的试着玩呗。好，接下来就看它继续怎么走吧。